林心如曝霍建华是女儿控，陪女儿玩开车慢被罚款，回应是否生二胎。娱乐圈中有很多的夫妻搭档，有些女星也是因为家庭和孩子最后选择了放弃工作，然后开始享受家庭的温暖。就像林心如，有自己的作品，而且也是有幸福的家庭。近日林心如出席某活动，也是分享了自己家庭的小快乐。林心如跟大家说到自己和霍建华很喜欢带女儿出去，当然也是因为小海豚，所以很在意交通安全。所以霍建华作为女儿控，开车也是慢到了极点，以至于在最后因为开得太慢被罚了款。除此之外，林心如还爆出了一个大料，就是自己并不会生二胎，因为现在就很幸福了。小海豚的占有欲也很强，很黏自己，很喜欢这个家，所以为了小海豚自己也不会再生宝宝。